大家好，我是小 Q。 今天小 Q 和大家聊一部讲述生命互换的科幻作品《续命游戏》。我们的主角啊，光头强是一位年近花甲的成功人士，他虽然有着花不完的钱，但是生命是有限的，人不是老死就是病死。这天呢，他被查出了癌症晚期，他的身体撑不过6个月。他对自己的好朋友老王讲述了自己的身体情况，老王也表示很惋惜。后来啊，光头强强哥无意中听说了一项新的换脑技术，可以使身患癌症的强哥通过与基地里培育的年轻身体进行互换，从而使自己的生命得以延续。我们的强哥对这种技术感觉将信将疑，后来便回到家中开始上网了解这项换脑技术。原来啊，这项技术的创始人是一个坐在轮椅上的老者老郭研发出来的。可是啊，看着看着，强叔一口老血喷在了电脑屏幕上，马上他就住进了医院。在医院醒来后，他左思右想，决定还是尝试一下这项新的技术。后来啊，负责研究这项技术的助理大宝告诉强哥，你必须先安排好自己的后事，还有啊，就是这项技术一定要对外保密，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强哥立马开始准备起自己的后事，安排了一系列的事件，看上去就像是自然死亡一样。镜头一转呢，强叔被运送到了秘密实验室，先是给强叔戴了个丝袜头套，然后直接送进了滚筒洗衣机的卷卷，然后开始交换技术，就实验结束了。我只想说，这也太草率了，好歹在里边多转几圈意思一样吧。强叔换来了一个年轻的身体，实验结束后，助理大宝告诉强叔，在交换身体后的时间里，一定要服用自己给的药，而且药不能停，一旦停了就会有副作用，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果然啊，换了身体的强叔腰也不疼了，腿也不酸了，胳膊也麻利了，他开始重新享受年轻带来的感觉，日子过得是爽歪歪，简直就是找不着北了。这天天游戏人生啊，强叔有一天突然忘记吃药，突然发现有副作用了。脑海里啊，经常闪现一些连续的片段，这些并不是我自己的记忆，那这些记忆到底是哪里来的呢？好奇之下的强叔便开始调查这件事情。通过记忆中的南瓜小镇，他上网查了一下，居然发现这个小镇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着一个大兵和他的妻子和女儿，而照片上的大兵就是现在强叔所交换的这具身体。原来啊，是大兵的女儿患了一种病，治病需要花很多的钱，所以啊，为了给女儿治病，去了实验室把自己的身体捐献了出去，换来了医药费。原来啊，自己所交换的这具身体不是基地培育出来的，于是强叔便开始怀疑助理大宝是不是死了的创始人老郭通过交换身体而来的。没有吃药的强叔身体再次因为副作用而倒地不起。第二天，强叔带着小女儿和大兵的老婆来到了科学家老郭的家中，通过和老郭妻子的简短对话，证明了强叔内心的猜想，原来真的是科学家老郭通过助理大宝的身体继续延续着生命。后来啊，大宝告诉强叔，只要强叔继续吃药，那么强叔身上所有关于大兵的记忆将随之消失殆尽。后来啊，大兵的妻子也知道了自己眼前的这个男人并不是自己的丈夫。在老王的帮助下，强叔顺利摆脱了追捕，并成功找到了助理大宝的藏身之处。就在这时啊，大宝出现了，原来啊，他也正等着强叔送上门来。大宝又发现了一具更适合强叔的新身体，于是想让强叔再一次进行一次实验。就这样，话还没说几句，又被推上了手术实验室。本想着一切可以顺理成章结束的大宝，这次却算漏了。强叔利用身上的金属片成功躲过了换脑手术，还将不可一世的大宝给烧死了。故事的最后，强叔停止了吃药，强叔就这样消失了，大兵也重新回到了自己的身体，回到了妻女身边，继续过着幸福的生活。好了，今天的电影小 Q 就聊到这里，如果你有喜欢的电影，记得评论留言，当然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